那些年校园里的神仙家长。来，这是你们过年期间的课程安排，都拿回去好好看看啊。老师啊，我们这初一到初六怎么一直都在上课呀？一直上课怎么了？老师这是给了你们弯道超车的好机会，我想要还没有呢。啥弯道超车呀？过年总共才六天，我们全上课，那就是杨迪来了都得撤吧。是啊，我们不上课就算了，那向平凭啥不上课啊？凭他头上那毛比我粉吗？其实咱们要想不上课还有另外一种办法。这办法行啊？行什么行啊？我看你们还是乖乖上课吧，过年你们就别想了。面前倒是亮年饭，怎么去你大舅家拜年？你胆儿挺大呀，大年初一你敢去西伯利亚？是的，拜年你不去，饿的这些年货谁来办呢？面前上课逆闲去，拜不了大舅的爸他去。同学们，今天大年初一，老师还有年没拜完，要不大家就先回去吧。老师，年我都已经帮您拜完了，今天您就只管带着他们这些差生弯道超车就行了。那要不超一把？超是吧？俺家孩子以为上课闹到夜里十二点，差点就被俺倒了。我家也一样，因为上课连他太爷山顶洞人的年都没拜。你们首先退下，俺先前本来要带着俺顺着办公上个山头去跟牛魔王拜年，现在年货都收了。收了又怎样？就那些破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呢？十个亿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